林老师怎么好好的要去留学了？以后岂不是见不到他了？嘿嘿，想去追他呀。哎，刚才过去那姑娘看见没有？妈的，又一个暗恋那林翠妍的。就拒绝你不下五次那个。去。老师。真不好意思，都快一点了，耽误你那么长时间，我请你吃饭去吧。是啊，老师，一起去吃饭吧，我们请客。你们去吧，我还要……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文学作品鉴赏的林老师在哪个办公室啊？你找林老师是吧？嗯，他在……你是你？还生气呀？我认错还不行啊？韩总。生日快乐，这是我我们送你的礼物。穿那么着感冒怎么办？生日快乐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是我多大的人呐、还不知道照顾自己。阿妙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外面冷不冷？你还真当真了呀，夏瑞，你至于吗？多大的人了呀？你他妈混蛋，玩玩，你找错人了吧？唯一。你什么混蛋，夏瑞，咱就是个伴儿而已啊。阿淼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咱就是个伴儿而已啊。阿淼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夏瑞，阿淼，夏瑞，阿淼，夏瑞，阿淼。韩淼，夏瑞，韩淼，那儿，林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那儿。先生，这位先生。什么？我说，林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那儿，门打开的那间就是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老师，走吧，跟我们吃饭去。啊，哦，好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，周日见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要不要带些什么过去？你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，把你自己带回去就成。那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点。好久不见了。你怎么，谢老师不记得我了？也是，咱们都两年没见了。请问韩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叙旧算吗？很抱歉韩先生，我和你没什么好叙旧的。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？夏瑞，一定要和我这么生疏吗？我和你也没那么熟吧。进一步说话可以吗？抱歉，我没空。害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两年里你去哪儿了？说句话都不肯了。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一定要有事儿。以前韩先生，以前的事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还有事，谢过。
请问这有人做吗？你怎么没要点荤菜啊？光吃素的怎么行？啊，我最近又胖了，你看我一笑，脸都能碰到挂机键了，不是吗？不能吃，减肥。这里没人吧？啊，没有。对了，林老师中午没课。林老师已经回来了，文学鉴赏还是他教。林老师，听说你要出国留学了是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看没有？喂，思妍，今晚想吃什么呀？我买带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买了。怎么说今儿也是你生日啊？那我自个儿看着办好了啊，下了班我就过去了。嗯，好。嗯，林老师，刚才打电话给你的那个人，你说韩淼？你们很熟吗？非常熟。林老师，你叫我岁妍好了。岁妍，我怎么？没什么。夏瑞，你也认识韩淼吗？我不认识他。哦，这样啊。韩淼常和我说的那个人正好也姓夏，我还以为那么巧。他怎么说的？等下次他来找我，我介绍你们认识好了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见到他。林老师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，你慢慢吃。哦，那好，你先走好了。韩淼啊，你可真作孽。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吗？怎么又是你？喂喂喂，你躲得我很没面子哎。韩先生，能在这遇到你还真巧，只可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夏瑞，我说我知道韩先生的意思，你不用特地和我解释什么。你要没事的话，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次话吗？吵什么？要说话请到外面去说，大家还看书。抱歉。你放手。韩淼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两年不见，粗话都会说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不小心闹疼了你。夏瑞，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？不，我对你没感觉啊。你还不如恨我呢。韩先生，你想说的话说完了吗？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夏瑞，对不起。你，夏瑞，对不起，能原谅我吗？夏瑞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夏瑞，夏瑞。
怎么会有空约我喝酒？翠妍，如果我说这次我是认真的呢？你不是每次都是初恋吗？拜托，那我就这么渣呀？哼，抱歉，确实是这样。估计是我上辈子造孽太多了。你这辈子也没少做孽。翠妍，哼，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以完美情人自居吗？怎么一遇到夏瑞你就没辙了？或者翠妍，要是月游哪天回来了对你避而不见爱答不理，你怎么办？要是我的话，那就一直等下去呗，毕竟是我先伤害的他。翠妍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你明白的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家的？我带了吃的过来，能去你家吃顿饭吗？不能。那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就好了，反正都买了。不用了，韩先生，我有工资，买得起。我不是这意思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爱吃的，我特地给你买的。韩先生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，白费力气的。这些东西你给了我，我还是扔。不如就麻烦你直接带下楼扔了好了。你，那好，我也不勉强你，我走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等你关门，我就走。随你好了。夏瑞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破点皮而已。你进来吧，门边都是锈，我给你上点药消消毒。哎，夏瑞，我帮你做饭吧。你手都这样了怎么做？那我岂不是以后都没法做饭了？哎，又要吃泡面了。你还是在这吃完饭再走好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做饭去吧，我来布置桌子，我还买了蜡烛呢。哈淼，你故意的吧？挂面，韩总，你看不出来我刚搬过来不久，家具都还没有买齐吗？你买的东西我这做不了，现在只有挂面。你要是吃不惯，前面的市中心还有不少西餐厅，你开车不出五分钟就能到了。你每晚就吃这个？有时候也去食堂吃。快吃吧，凉了面就坨了。那晚吃完面，韩淼就走了，没有耍赖要留下来，也没有强迫我去做任何事，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本应高兴的，可是那情景却好像回到了两年前。
找谁啊？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夏瑞夏先生吗？嗯，我是。嗯，你有事吗？哦，您订的冰箱厨具我们都给您送过来了，麻烦您签收，我们这就帮您搬进去。啊，我订的？不，你弄错了，我没订这些东西。哦， 是韩先生帮您订的，他让我们今早直接送过来。韩先生，你们等会儿，这些东西我都不要，都还给他。把东西都搬进去，都小心点放。哎，师傅，你别往里搬，你等会儿。喂，你好。韩淼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么早就醒来啊？今儿不是没课吗？再睡会儿吧。谁让你给我订这些东西的？夏瑞，我马上开过会要开，这件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啊。什么以后再说？韩淼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需要。我还得为会议做准备，就这样，先挂了啊。别忘吃早饭啊，拜拜。韩淼。擅自主张买了一大堆东西给人家，还被人家骂，你什么时候也混到这个地步了？可不是嘛。那也总不能老让他吃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吧。嗯，那你晚上回去可麻烦了，跑不准夏瑞让人原封不动地把东西送到你家去。送回来我就再送回去。韩淼，晚上好，进来吧。你让我进去。你要是想走，就把门带上。都是中餐食材，我弄好了叫你。我帮你。夏瑞，你什么？没事儿。你放那好了，我不需要你帮忙，弄得鸡蛋到处都是。以前你都做过吗？没做过。你去客厅坐着好了。那我站着陪你好了。阿淼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我刚见到你，你还是刚大学毕业呢。是吗？都那么久了。夏瑞，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会看上你呢？夏瑞，别说了。韩淼，夏瑞，你放开我，听我说。别说了。韩淼，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你可以当作没发生，但事实没有改变，咱们只做朋友，行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要和你做他妈什么朋友。你看，夏瑞，你看，我今天是你生日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你看，
你以前从来都不记得的。你看，这只表是他们家最新款的，我还让他们在背后刻了字。韩淼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明天就换别的。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的一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韩淼，你听我说，要不我们明天再一起去买，你能在哪儿挑？啊？你还想逃避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夏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再说对不起了，我不想听到你说对不起。夏瑞，阿淼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各走各的。你做你的汉硕集团总经理，我继续当我的数学老师。夏蕊，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都不可以吗？改过？韩淼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一点？你只不过是觉得本来属于你的玩具现在不是你的了，所以你想再拿回去而已。你的感情游戏我玩不起，也不想跟你玩，可以吗？夏瑞，你怎么就不能眼睁睁看清楚我是在玩吗？这些天你做的事我看到了，可惜我不稀罕。夏瑞，你如果还想留下吃饭，请便。喂，你好，夏老师，今天又有一个你的包裹，你来取一下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那晚之后，我没再见过汉淼，但每个月都会有礼物寄给我，直到现在，家里一间空房，完全成了专门用来放礼物的仓库。他呀，也只是会这种笨拙的办法而已。小文，韩总想看昨天和秦总他们签的合同。你好。我想见一下韩总。很抱歉，夏先生，韩总不想见你。你认识我？韩总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加大版的您的画像，我们几乎都认识您。这王八蛋，他不见我也可以，请你转告他不要再寄给我东西了，我家没有地方放了。夏先生的话我会一字不落地转达给韩总，如果您没事了，我还要去替韩先生买东西，先失陪了。替他买东西？又是给我的？是的。你不用买了，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家已经没有地方了。抱歉，夏先生，韩总吩咐的事情在您说之前，您的话我会转达给韩总，但是东西也是要买的。你告诉我韩总是哪个房间，我自己去。夏先生，韩总亲自吩咐地说他不想见到你，你何必为难我？那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他。夏先生，我有些话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听。
你说吧。我跟在韩总身边有将近2年的时间，生意上往来也总有些男男女女的朋友，究竟谁是逢场作戏，谁是真心，我还是分得出的。韩总他对你是真的？别说了。您自己想一想吧，我先走了。小杰，给夏先生倒杯水。韩淼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？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？四爷，今晚10点，苏荷，答案你自己去找。怎么还不放弃夏瑞？哼，连你也劝我放弃吗？有些事是勉强不来的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是吗？可我做不到。做不到就天天耗着。韩淼，你都已经等了半年了，也够久的了。有他等的久吗？没有。嗯，阿淼，我后天就要出国了，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啊？不用管我，死不了的。唉，你送给夏瑞的礼物都是他喜欢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在回去的路上会经过一些商品展示窗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难不成他看了什么一眼你就买什么？韩淼，你到底是钱多的花不完，还是时间多的用不掉呢？那你岂不是天天跟踪他回家？跟踪？换个词儿成吗？哼，成。那你也不打算和他说吗？说什么呀？说我跟踪他，再被他骂一顿。你做了这么多，也不指望被他知道？知道了能怎样？不知道又能怎样？有些事是勉强不来的。这些屁话，有时候真他妈有说服力。麻烦，一杯 Fallen Angel。再来一杯 Cheers Pie。给这位先生一杯冰水。他需要醒醒酒了。喂，你，你有意见吗？夏瑞，你，你从想和我和好开始，就一直在说要我把以前的事情忘记。那么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你根本就没有为你以前所做的事情反省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反省了，我反省了。可是我不想让你想起以前我那么对你，所以，你反省没有？我管不了，也不知道。那我，在林老师回来之前，我先替他看着你，顺便考察。谁让你坐过来的？我不知道，这次韩淼他会爱我多久？不过我还是不想在他办公室里再看见我那张跟仪容一样的画像。先这样吧。 Once upon a time, Archangel in the sky made a cover every night. Once upon a time. The angel loved me so.